哎、欸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姓氏的值日生。好，这周家居周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这周的家好了。哦，すげえ、すごいおばちゃん、すごいね。哎、欸，これ这里はね、啊，土耳其ね、哈哈，你在土耳其啦，这周。土耳其这边呢是卡帕多奇亚，卡帕多奇亚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很多的饭店都会建立在这个，就叫什么洞穴里面 ，cave， C A V E， cave， cave， 七月二号考职考了，好不好 ？cave， cave hotel， 他们很多这种 cave hotel。那什么叫 cave hotel 呢？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在这个他们的那个石头里面。挖凿啊，这个挖凿，挖挖挖挖挖，好、哦，这个是一个小洞，但把这个洞挖大之后呢，就是一个饭店了，就是他们的饭店。总之就这个样子啦，好不好？长知识，长知识啊！穴居，穴居的动物，卡瓦多奇亚。好啦，那如果有话关注 How How His Friends 就知道呢。今天早上我跑去搭那个，哎呀，热气球 this 恐怖。啊，可爱，可爱，不是卡哇伊，是可爱，很恐怖啊！但不错啦，人生第一次搭热气球，赞赞，赞赞！哇、哦，每一间长这个样子，长这个样子，今天天气还算不错。那下午呢，要去其他地方，哦，玩耍游玩，啊，去游玩。那还可以吗？这周家居周，蛮废的，蛮废的。那大家也不要太。也希望见谅啦，因为毕竟偶尔出来玩一下嘛，好不好？那个可以吧？花了好几万拍了这支影片，可以吗？这周家居周，不然我们下周拍个土耳其周怎么样？下周开始我擅自决定，下一周是土耳其周哦。好啦，就这个样子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啦。